欢迎收听《大案纪实》，我是吕鹏。咱们今天呢，来说一件二零一四年发生在内蒙古扎赉特旗的一起凶杀案。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号，在内蒙古扎赉特旗的一个公园里边，有人呢发现了一具男尸。这案发现场啊，就位于小镇最繁华的一个地方。 这个公园呢，平时人来人往。就在六月二十七号这天清晨，有人就发现啊，在这公园中心佛塔旁边的树林子里，有这么一具男性的尸体。这个案子让当地公安局的局长啊，愁的都在那儿揪头发呀。那么这个现场呢，是在这佛塔旁边的这树林里，这尸体上边啊，有一个防水材料。 就大伙儿见的特别多的那种装修用的啊，那防水的雨布，打开这个防水雨布底下就是这尸体。尸体呢，因为是在夏天，已经高度腐败了，并且尸体的穿着呀非常的完整，没有破损。 尸体表面呢也没有任何的锐器伤，就是没有什么刀伤啊啊，是砍的，是刺的都没有。但是头部有钝器打击伤，死因是什么呢？是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死亡。法医呀、啊，在现场初步鉴定的时候，把这些结果就跟现场的刑警说，刑警们呢，哎呀，还一边听也一边急的揪头发呀。 因为这个现场啊，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各位，没有不寻常的地方，这就是最不寻常的地方了。这案发现场不复杂，附近呢就一块大石头。这大石头上有血迹，有毛发，那么应该这石头就是作案的凶器。尸体用那防水的雨布裹着，现场附近没有任何凌乱的痕迹。 您各位说了，不杂乱不凌乱，这么一个干干净净的现场，怎么会发愁呢？对呀，就是因为这个发愁啊。他不凌乱不杂乱，那么就证明现场没有什么太有价值的线索和物证。根据尸体腐败程度来看，死亡时间啊应该挺长的了。警方的第一个难题是什么呀？这个地方是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各位听友们，您可以利用这么十秒钟、八秒钟的时间想想，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是第一案发现场呢？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衣着很完整，外边盖着防雨布，旁边一块大石头，身上没有锐器伤啊，脑袋上明显的就是让人砸死的。警方啊，一开始认为这儿应该不是第一现场，很可能是抛尸现场。 因为如果这儿是第一现场的话啊，这具无名男尸拿着这个防雨布把它包裹起来，这是需要时间的。其他的一些处理尸体的过程也需要时间。这公园人来人往的，你在这儿这么大庭广众的处理尸体杀人，那不太现实，很不方便。包裹他的这个呢，就是那种工程用的防雨布。 当时这块防雨布上边啊，还有那种水泥白灰的渣子，警方就感觉这是不是哪块装修淘汰下来的呀？因为这公园里边啊不应该有这种布，警方就猜是不是哪个工地上摔死工人什么了呀？从工地上裹一块布把它挪到这儿，可能是没给工人上保险，怕赔钱还是怕怎么的？而且当时呢，那个树林子底下呀。 那树是很密集的，没有办法展开搏斗。如果搏斗的话，一定会有搏斗痕迹，但是现场没有。无论是从尸体上的痕迹来说，还是从现场的痕迹来说，警方就认为这个人应该是在睡觉的时候，或者是昏迷的时候被人给打死了，又被扔到了公园里边。分析来分析去，这里啊，应该就是第二现场。 可是，又有的民警提出来不同的想法，为什么呢？附近不是有那块大石头吗？那石头上有血迹、有毛发呀，这应该是凶器呀。那块石头得有三十斤左右。后来经过技术鉴定，石头上的血迹和毛发就是死者的。如果说这里是第二现场，在别的地方拿石头把人砸死了。 哦，啊、他把尸体挪这儿来就算了呗？这么重、这么大的一块石头，他也搬过来干什么用啊？判断案发现场，这是破案的一个重中之重的基础。这儿是不是第一现场，也能说明很多的问题。为了查清楚第一现场是不是这儿，警方呢在案情分析会上找到了一个突破点。什么突破点呢？就是看那块包裹尸体的防水布。 如果说这是抛尸现场，把这人打死之后拿这防水布这么一包，又扔到这儿的，那么这防水材料上的血迹应该是擦拭状的，因为你包的时候必然会蹭上嘛，对吧？但是这块布上的血迹以及啊那大石头上有的血迹是喷射状的血迹，这也就是说，这里就应该是第一现场。为了深入核实。 警方再一次勘察了现场，最终确定第一现场就是这儿。如果说是抛尸现场的话，那么嫌疑人带着那么大一具尸体肯定会被发现的。但是警方啊，通过监控视频的这种筛选筛查都没有发现，又问了现场的一些可能的目击证人，也没有发现。第一现场是判断出来了。 那么还有一个特殊情况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什么情况呢？死者衣物是很完整，但是裤腰带和裤子的拉链是解开的。警方就想啊，是不是死者在这儿跟什么女人发生了性关系？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裤腰带是解开的，扣子是解开的，拉链也是解开的呢？警方。 就琢磨着这个案子应该是跟情有关，很可能是情杀案。尽管说有着种种猜测吧，但目前为止，这依然是一具无名尸体，他身上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呀？查清尸源，无名尸体案，这是警方最头疼的案件了。 而按照以往的经验啊，一旦说找到尸源了，确认死者是谁了，那么侦破就是水到渠成。世界上他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呀、啊！啊，既然说凶手把他杀死了，那么一定有因果关系，因为什么事情才要杀死他？只要确定死者是谁，那就查他的社会关系，排查出来一点一点的关系，往往就能够确定犯罪嫌疑人了。 因为尸体啊已经高度腐败了，没有办法进行辨认，所以侦查员呢开始通过现场遗留下来的一部分证据来进行分析。首先还是分析那块布，这是工程用的防雨布，因为啊这个布顶上还有水泥和白灰的渣子，这应该是装修的时候淘汰下来的，所以跟装修或者工程是有关系的。另外一点呢。 就是死者的手，当时这手啊是受着伤的，缠着绷带的，也就是说，这很可能是干活的工人，干活的时候呢，把手给碰伤了。再一个，死者的衣着啊，包括穿的鞋子，穿的呢不是那种西装笔挺的那种正装，而是穿的很休闲。 鞋呢也像是普通打工者穿的那种鞋子，所以警方判断死者很可能就是在某个工地打工的。按照这个推断，警方对全城的工地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因为这些物证都指向了工地，所以侦查员对这次走访非常有信心。而与此同时，根据现场的物证，对嫌疑人呢也进行了刻画，刻画呀。 也是初见成效，当时就看现场这块三十多斤的大石头，警方就想，什么人啊能有体力拿起来这块石头？你不是说费劲巴拉的搬起来，对吧？你得搬起来、举起来再砸人呢、啊。所以他拿这三十多斤的石头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再一个，死者的裤腰带开了，死者当时在干什么？为什么裤腰带开了？最后。 警方分析，嫌疑人很有可能是男人，而这个男人很有可能是和死者发生关系的那个女人有关联的。可就在这时候啊，对工地的摸排结束了，警方得到的却是一个很失望的结果。各个工地上都说没有失踪人员呢，那么这也就没有线索了，根本没有人反映说有人失踪什么的。 没有线索，那么这就证明警方之前的推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了，侦查的方向很可能错了。警方就开始发动老百姓，发动群众寻找尸源，把受害者的图片呢就拿着向周围的群众扩散。一边啊是发动群众寻找尸源，另一边呢又有了新的侦查方向。那个现场啊。 正好有一个多兰湖三号高速的摄像头，正好这个摄像头是对着现场附近的，他那个拍摄范围呢就在现场周边，这很关键。看这监控摄像头里会不会出现可疑的人物。其次，这案发现场这儿啊也有监控，您各位该说了。 那既然有监控摄像头，你直接看监控不完了吧？你还走访摸排个什么劲呢？首先呢，得避免遗漏嫌疑人的画面，所以观看监控不能快进，不能快退，不能跳跃，你就得一比一的比例，一点一点的看。死者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这个很关键。之前咱们说了。 根据死者腐败情况来看，死亡时间呢有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么长时间的监控视频，你从头到尾的看，这是需要时间的。你不能说光派人在这看监控，别的事情你就不做了，对吧？那得是齐头并进。再一个呢，发现尸体的时间它不是死亡时间的，你只有知道了确切的死亡时间，才能顺利找到案发时的监控录像。 那么，在等待确切死亡时间，这也是需要时间的。你也得需要一点一点的进行分析。后来啊，法医就推断死亡时间应该是二十天左右。是怎么推断出来的呢？死者的身上啊，都生蛆了。一般这个蛆啊，大家都见过是吧？啊，在那儿蛄蛹蛄蛹的哈、啊，一只一只小小的白色的小虫子，很恶心啊。 那么一般这蛆呢是怎么变成蛆的？它先是有卵，卵呢先变成蛆，蛆呢再变成蛹，蛹再变成幼虫。那么死者身上生的这蛆正好是这个幼虫阶段，蛹到幼虫这个阶段。那么这样就能够初步推断出来，死亡时间是二十天左右。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对于看监控的侦查员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挑战呐。 警方分了三组，每组两个人。整天这六个人呢，什么也不用干了，就不停的观看视频、筛选视频。为了争取时间呢，警方还利用了先进的图像侦查系统。这个图像侦查系统是个什么意思呢？用机器啊，可以对这监控视频进行录入和解锁，就是能够可以快速的查找到某个移动的物体。 机器发现了什么可疑的视频了，再由人工重新去看。死者呢，死亡时候穿的是一件红色的 T 恤，抓住这个特征，警方就开始对监控来进行搜索。虽然有侦查软件的帮助，但是监控视频的量太大了。案发当天，通过观看视频，一点收获也没有。看视频呢、啊，看的时间长了。 人都会头晕，你都得看吐了啊！所以说呢，每两个小时就换一次人。你这个看视频看的，你说这民警难受，这还好；你这一难受，精神一不集中，你要是漏过什么关键信息，那麻烦可就大了。所以呢，不能让他们太疲劳，还是应该轮班制。但此时让警方没想到的是，之前法医推断出来的死者死亡时间应该是二十天前左右。 正是因为法医给出的这个结论，这就让民警们筛查监控的时候啊，发生了方向性的错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之前我们说很多案子的时候也提到过啊，在侦查过程之中，时间很关键。如果说错过了破案的黄金时间，有些线索很可能就再也找不着了。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法医认为死者死亡时间应该是二十天左右，但是在案情分析会上，侦查员对死亡时间提出了不同意见了，认为死亡时间呢、啊、应该不到半个月，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一个星期跟二十天这差距可就太大了。为什么民警会对死亡时间提出不同意见呢？为什么不听法医的专业鉴定报告的结果呢？ 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在现场遗留的物证之中发现了一个之前被忽略的细节。死者身边啊有一个矿泉水瓶子，这矿泉水的生产日期是六月十一号，发现尸体是六月二十七号，法医推断死亡时间应该是六月二十七号往前倒二十天，也就是六月七号左右。 那六月七号死的，你身边怎么会出现一个六月十一号的矿泉水瓶子呢？事情进展到这儿，难道说法医通过生蛆那蛆虫的生长速度推断出的死亡时间竟然出错了吗？您各位听友可能又说了，这矿泉水瓶是不是后来什么人随手扔那儿的呀，或者是拿风给吹到这儿来的呀？事实证明不会。 为什么不会呢？各位还记得吧？死者的尸体是拿防雨布包着的，而这矿泉水瓶在防雨布的下面。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先有了矿泉水瓶，后来在处理尸体的时候，把这个雨布往这尸体上一裹，往这地上一扔，这就压到了那个矿泉水瓶。那么，矿泉水瓶的生产日期是六月十一号。 也就是说，死者到这儿，尸体到这儿的时间一定是在六月十一号之后。你这矿泉水，它从出厂，你再到商店，你再到消费者买了，再喝了，再扔到那儿，最起码它也得有几天的时间吧。侦查员呢，又迅速走访商品的流通环节，就想搞清楚一瓶水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上到底需要几天。 商家也好，厂家也好，给出的结论一般呢是三四天。六月十一号生产的矿泉水，最早也得六月十五号才能到案发现场。那么死者的死亡时间就应该是在六月十五号之后，而不是之前推断的六月七号左右。当然了，无论是法医也好，技术人员也好，还是刑警也好，给出的这些结论。 他也都是仅供参考，对吧？案子没破呢，就说死亡多长时间了，这是一种推理，按照常规的经验来进行的推理，所以他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案发第二天，根据新推断的死亡时间，侦查人员呢重新又筛选了这个监控录像，尤其是对重点时间段的监控视频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很快。 关键的线索、关键的资料就筛选出来了，发现，在六月十九号早上六点多的时候，监控视频拍到了这个死者。死者呢，看样子是在佛塔底下睡觉呢，这就证明了死者的死亡时间不是之前推断的六月七号左右。尸体被塑料布盖着。 加上天气炎热，所以呢腐败的很快，这也造成了法医判断上的失误啊。对高度腐败的尸体啊进行死亡时间推断，本来就是一个难度特别高的课题，出现误差呢是在所难免的。而侦查人员呢，利用现场的这么一个矿泉水瓶，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成功的修正了这个误差，也争取到了非常宝贵的侦查时间。 警方啊，就从这六月十九号的监控视频再往下，慢慢的就捋呗，发现死者还有一个同伴，一块在普惠塔下边住在一起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六点起，包括上午啊，这个视频都能够看见这俩人。警方从这个视频上就分析，这两个人的关系呢，应该是比较亲密的。 监控上的时间一直到了六月十九号下午四点左右，侦查员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了，因为身穿红色衣服的死者与身穿白色衣服的同伴一起消失在了画面深处的树林子里边，直到一个半小时之后，晚上六点，那个穿白衣服的同伴从案发现场就走了出来，而且呢还穿了一件蓝色大衣，骑着一辆自行车。 就走了，睡觉都挤在一块睡，这证明关系很亲近呐、啊。可为什么进了一趟树林子，死者没出来，这个人骑着自行车走了呢？当时警方啊，就高度怀疑这是凶手。但是你没有办法，凭借这监控视频，你就说人家是凶手。但不论他是不是凶手，至少他一定是知情人。 现在有了监控视频的辅助，就等于有了死者和嫌疑人的精细的图像了。民警呢，用手机把这图像啊都翻拍了下来，开始了又一轮的走访摸排工作。而就在此时，公安局里来了一男一女，要求辨认尸体。来的这个男人呢，他说他弟弟不见了，一家已经十多天没弟弟的消息了。 经过辨认，这个男的当时就认出来，说死者呀、啊、就是我的弟弟，因为他穿的裤子是我哥哥给他买的。来的这个女人呢是死者的同乡，因为看到了其他的通报，就发现死者呀、啊、很像一个村子的童某，这才通知的童某的哥哥一块来辨认。经过核实，经过 DNA 的比对。 这死者果不其然就是失踪多天的童某，尸源终于确定了。按照以往的经验，通过了解死者的社会关系，很容易就能锁定犯罪嫌疑人了。可这次的结果却出乎侦查员的预料。他哥哥呀，一说起来死者的名字，警察当时就查出来，曾经啊，警方约束过死者。 为什么呢？喝酒闹事儿，警方曾经把他约束到酒醒。然后啊，这死者呢也没什么有矛盾的人，没说跟谁说有仇啊、有怨呐、啊、欠谁钱呐、啊，或者跟什么女人纠扯不清啊都没有。但是死者童某有一个毛病，嗜酒如命，平时呢也不务正业，有点钱就喝酒去，所以和家人的关系啊也都挺疏远的，不怎么样。 除了喝酒，童某没有仇人，而且呢，他生活贫困，更不可能成为别人抢劫的目标。就是别人不可能因财杀他，也不可能因情杀他，也不太可能因为仇杀他。那么，为什么要杀他呢？警方此时最后的希望，只能是辨认出那个和童某最后接触的穿白衣服的男子了。 当时啊，警方就问：“这个人，你们知道是谁吗？”可是童某的家人看来看去，不知道，没见过，不认识。本来以为查到了尸源就能柳暗花明了，可结果一无所获。警方啊，通过走访附近老百姓，有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消息，说这个人呢、啊，经常在公园里边出现。 随后，警方呢又扩大了对监控视频的筛查范围，还真是有了新的收获了。为什么呢？这穿白衣服的人他不是骑自行车走的吗？你既然是骑车，你应该走不了特别远，所以啊，就顺着他骑车走的这个方向，挨个的监控摄像头追查过去，就想着追踪嫌疑人骑车的路线，发现他的落脚点。 后来呢，这嫌疑人骑着自行车就出了城了。出城之后也没有了视频监控了，这才彻底走出了警方的视线。通过对他路线的追踪，就发现呢，他到过因德尔镇多兰湖，能找到普惠塔，这说明他在因德尔镇生活过。 这样，警方就又往前啊调之前的视频资料，发现嫌疑人在因德尔镇待过。既然你在这儿生活过，那么必然会留下你的蛛丝马迹。 根据监控追踪到嫌疑人离开犯罪现场的路线之后，侦查员呢又在地图上一一的标出了线路的坐标。根据这条路线，也要尽快分析出嫌疑人最有可能活动和停留的区域，在重点区域里面再调取社会监控搜寻目标。很快，嫌疑人又出现在了警方的视线里。 发现这个嫌疑人呢，曾经到一个卖酒的地方进去过，并且进去的时间很长。那么这就说明这儿可能有人认识他。你要是不认识这店家，你进去买完东西就出来呗。你只有说认识人家，跟人唠半天嗑，你才可能待这么长时间。警方呢就到了那个卖酒的店里边进行走访，走访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说这个人呢，在买酒的过程之中，确实跟这店家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说他是小城子那边过来干活的。马上，警方呢就又通知小城派出所的社区人员进行辨认，正好辨认出来，这个人姓张，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很快，张某就被带到了公安机关。 在众多的证据面前，张某还是交代了犯罪的过程。张某和死者童某是怎么认识的呢？他们是一块喝酒认识的，因为这俩呀都不务正业，都是流浪汉，也没有固定的场所居住，所以就一起在公园的佛法底下安了一个临时的家。据张某交代，因为俩人都没收入，平时呢都是靠小偷小摸。 张某案发当天骑的自行车就是偷来的，俩人顺手牵羊偷来的钱基本上都喝酒了。而让警方没想到的是，相处不错的张某和童某啊，不是因为什么女人反目，而是因为一部手机反目成仇。这部手机呢，是他们俩在英德尔镇一户居民家里边偷来的。 偷来之后啊，这童某就想着据为己有了啊，这手机就是我的了。这张某呢，就多次跟他要这个手机，咱俩一块儿偷的，不能光是你的呀，也得给我用用啊。但是童某就是不给他，这么着，张某记上仇了，趁着童某睡觉的时候，拿起来公园里边的大石头，咣当就砸在了童某的脑袋上。 因为张某来本地的时间不长，在这儿也没熟人，他就想着肯定不会有人知道，我也不会有人找到我，所以在案发之后他也没有离开扎赖特旗。而且呢，同伙死了好几天之后，他发现警察怎么还没找我来呀？那就找不着我了呀，他就更放心了。可他哪想到，警方从发现尸体到把他抓捕归案，仅仅用了三天的时间。 至此，这起佛塔底下的命案最终告破。